太难了，你还是可以懂啊。太难了，买电视好难哦。啊、哦！那特别是宅男姐，不行，你要告诉我，那我们买电视好了。那可以加三块钱。啊，既然都这样，那就不客气。啊！不要我不是济南，我不是。我不知道你是几号吧？几号？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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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